对，就是长期潮湿哦，这白白这就是我们讲的微生物，就它风吹的时候会不够大。现在车比较容易发生这种状况，是因为他们车停地下室，因为那个湿气都没有办法吹，所以你把车蒙喝地下室了，我都放顶楼。欧记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售后护理是渣男，负责到底是暖男。风爸买了不怕贵算盘。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ています。耶、yeah, ，我们又来赖皮了。这台 SC 四百弄得好，弄不好还不知道嘞。好，先来检查看看，希望可以环路清一清就好了。不然来这拉萨吧，萨毛可怜啊。我操，每天就是要训练体力，就是要备战。这样挂表牛压力。好像压力跑上来了，为什么这个针会飘飘？这上方的这两个原因，对，第一个是压缩机覆盖的打滑，第二个是压缩机本身的那个转速感应器讯号是微弱的，所以它会断开那个压缩机讯号。通常都是会建议皮带你们先换看看。对啊，这个车型哦，它就是。压缩机也会有个转速讯号。那如果说他自己在比对的时候，那个转速讯号他认为哦是已经偏差太多的话，他会以为压缩机是卡住，他就停掉。哦，所以你看你的皮带上面都有油嘛，对不对？先把它换掉。它换掉，如果还有的话，我们再来拆压缩机，看是它的那个转速感应器故障，还是本身它的内部那一只轴哦，它里面有那个磁感的东西掉，你就要换整个，就换整个，因为它是镶在那个鞋板上。所以最省钱的方式就先换皮带。好，这个我们现在有做一个记号哈，我们要发动，看它的记号会跑掉。记号如果跑掉的话，就是去皮带打滑。来发动。来，好，记录。没有跑掉哈，没有跑掉就皮带先换。欸，我先看一下，你说水没有水哦？有啊，就是有感知器有什么问题？对啊，所以它已经负水箱，它是有压力，你刚刚听到吗？有水啊，只是水比较脏，到时候要调换一下水。这里啊，你看电线，所以这里面应该有个什么感知器的，浮筒的那一个，感应水够不够那一个。没有料号，有料号比我什么东西它就叫了就有。啊，这个刚刚它转成一个调整舵轮嘛，它一个弹簧嘛，把它转放松之后放好，它放了就弹回去就把它拉紧了。啊，以前的车是可以这样转松拉紧一点，哇，有啊，里面有水啊，我怀疑是这个坏掉了，不然它怎么会亮那个皇冠？你说水啊，水里面有水就是这一个。顺便讲一下了，这个在拆那个风箱，为什么人家不太想做？因为你看，好像高中姐有没有把全部东西拿出来陈列，包括方向盘、中控台，全部你看得到前面的都要拆掉。所以有些说哦，那个怎么那么贵？不然你自己拆，你不可能坐这台车一直从头坐到尾，最少要放两三天。所以你站个位置两三天，保养可以保养几台？一天如果一个小时保养三台，你看一天可以多少几台？对啊。那这个一坐东西又很多，它整个都要下来。啊，不然这样好了。我算你三千就好，那你自己装。外面也都要拆的，雨刷都没了，中控台、雨刷、托臂板啊、马达、哇，手套箱、中央扶手。有些客人不是说会室内循环会闻到一些外面的空气的味道，对啊，因为这个啦，里面这个像这种我海绵，因为它空气都是味道能造出来啊。你用室内循环，外面的空气也会跑进来，有时候哎，气管超紧，那臭草也比较造起来的家呢，对啊，是吧？谢谢。OK 啊，风箱人啊，这地方绿色的。怎么这么喜欢荧光剂啊？是吧？荧光剂有没有？对，就是长期潮湿哦，这白白这就是我们讲的微生物，它已经滋生微生物，就它风吹的时候会不够大，都堵住。不换就不行了。确实很热带雨林。现在真的，现在车比较容易发生这种状况，是因为他们车停地下室，所以那个湿气都没有办法吹。所以你把车蒙喝地下室了，是啊，对啊，我都放顶楼，啊，太阳晒啊，漆面，那真的很尴尬嘛，要爱车放地下室不行哦。哇，这边有啊，我看到荧光剂有啊，荧光剂耶，对，看这就是他刚刚怎么升达的吗？对的，哎，为什么这样？这就是以前的比较不好啊，打进去就是让你看得到哪里漏，
对啊，可是会伤管路嘛，对，比较会伤。以前的会，对啊，现在现在好像听说比较好啊，我也，对啊。哦，你看，啊，这应该拢，你看，回声路啊，这膨胀阀，这不都开了？对了，打开。哇塞，冷冻油，有可能吧？这个我捞的一直管，我捞的管，有可能的，一直管，一直管，一直管，对，他就先撑嘛。真的不行了，好，要修了，就这样嘞。好啊，那我们就等一代来，我们再试看看。装了就冷气可以开回家了。希望，不然开压缩机很累。我跟你讲哦，不是你不想拆哦，师傅也不想拆。你让他刚摸什么？这个、啊，这个要下去。万一他拆一格有没有？跑出来一点。摸了之后它会断掉，也会被这旁边这个墩路啊，把它从这块挂过的张力啊，变成它割到最后变成旁边多一条出来，输压的换气道那样，有去吧？哦，哎、欸，掉掉了，你有按掉吗？它刚好吸一下而已，哇，赞，可以拆了。这个好像没动啊。对啊。他就一下就停了，就刚刚讲了，他可能侦测到什么打滑之类，他就停掉了。好了，要住院了，到时候他就要拆压缩机了，顺便报价。你觉得要多少钱？8000。我也不知道啊，没关系啦，遇到问题了，先做了再说了。好，等一下他们就要移车开机贴啊。颗新的吧，说这颗旧的可能就是会拿去再重新整理，因为这个要现在要找料应该很难。那刚就是因为车上的这一块跟整新品不太一样，所以就把旧的拆下来拿去车上用。先打压力，压力打到看多少，看它会不会掉下来。可能要压了10分钟，正常都要1000上。看，现在这里啊，好，100、110、120、125，那差不多吧。那等一下就看它会不会掉下来。那你要放一天，一天回来了。等一下再看它会不会掉。这个时候就是师傅讲的，抽根烟或者吃个饭再回来看，休息的时间了。15 minutes later， 没有掉，应该是 OK 了。所以首先测漏，然后再抽真空，对，再就是灌冷的。高岛沙发按摩椅，智能声控，动口不动手。没动啊。开了吗？没有，他连动都没有动啊。那我们车好快哦，来，冲来，来。哎呀，故意要叫我出马，你看你没镜头了。哎，我今天做好了，要叫我出来。看到医生就好了，连看都不用看。哎、欸，冷了耶。冷了啊。好开心哦。好开心对啊。舒服了。好，这是压缩机有在动，
有啊，它在插温度计了，你要看一下。现在十七而已啊，我现在17，让你吹一下。关，好，这是那个离合器温档。离合器是指对啊，像我们 AC 吗？对 ，AC 七它是吸过来，就像真的是像我们布拉吉亚的搭的一样，搭的空转啊嘛。啊，放下就开始动啊，动就有作用了，是吧？耶！啊，等下看它几度。A few minutes later， 好了，8度，8度够了吧？我进去觉得蛮冷的。哦，那就可以了。好了嘞，安全了。那你大底哦？啊，我不大底，单开完你。哈哈哈！你偷一点，今天这样。他在叫人来付钱。ウルトラダッシュ Z3 地表最強のデュアルレンズ正価格シャオシチャンネルを見ると知識を得る早く正価格を買いに来てください五度啊！刚开过来，我还不想吹，会冷，我宁愿让它冷的，不要那个。我要把上次没有吹到补回来，很冰嘞，真的很冰，赞。那现在室内温度是多少？刚我关掉，已经又上去快10度，现在又吹了。昨天去觉得你都流汗了，可以不要下去了。其实吹到会冷了，可是我就真的会刺哎，我不想把它再改低了，我爽哎。那这台冷气解决一切之后都好好办。对啊，可能就修一下，看一下那个刹车啦，刹车要再检查一下。刹车，然后这个窗户，嗯，窗户那个不动，对，这个不动，这个那天只有动一次，啊，这个不动了。然后还有你那边的这里嘛，这里要把它塞回去。哎，刚进到没看到，啊，现在地下室看其他地下比赛，后来开的时候才看到，我只有看到这个破掉，跟它这个，这个已经都龟裂，方向盘要弄。哦，对啊，欧气啊。哦哦哦！我第一个就想到他了嘛，卡尔森巴斯嘛。啊，这个也要弄吧？啊，这个可以啊，这个跟这个都可以冲弄，就是包皮啊。这个如果在睡觉盖棉被，不然会冷死。真的。好了，冷气换一个压缩机就好了。这个好像是我们坐在冰箱里面，你知道吗？所以我的饮料摸起来会不会冷？因为跟这个都一样。它不会流汗。耶，好了。结束啊，再下来可能就是检查底盘啊、刹车、方向机，跟这个还有这些方向盘啊、内装的部分啊、升降机啊。啊，对，我们还要找尾灯什么的。大灯来了，老板大灯已经找好了，很帅。先不要跟他们讲了，又可以开箱了。对，可以开箱。喜欢记得帮我订阅、分享、开起来一张。冷气还是要转装修的比较快。对啊，对啊，有空去那边搞关一下。对啊，搞关一下啊。好，外面啊，外面今天会用导龙在补。好了，再做下去我可能就变冰块了。耶，分享到这边哦。我不想下车。好了，不然待在里面了，晚上再叫你啊。有个花花公子，你知道吗？就是哦，风流倜傥嘛。由于他得了性病，去西医啊，都说你这个不行了，要割掉，这个很伤心。结果看到一个老中医，看到了说，医生，我这个怎么办？哦，放心，西医都叫你割掉，对不对？对对对对对，我这个我跟你讲，拿回去一天擦3次，放心，3天后它自然就会掉了，不用开刀。啊，对不对？动不动开什么刀，我就不用开刀，3天后自己掉了啦。结痂自己掉下来。对对对对对对，结果花公子的婚结吧。啊，一样是没有救的啦。好。